果大家好想見到明星，但又唔知去邊度先可以見到嘅話咧，我建議大家去機場坐一日，肯定會有收穫啊，仲可能唔止一個添。因為就有好多傳媒去咗機場等一個新聞人物啦，但未見到佢就先撞到另一個明星啊！喂，點解咁熱鬧咧？真係等邊個先？唔好講呢個，我知道呢期邊個最紅啊？呢期邊個最紅？我唔知道發生咗啲咩事啊！咁我行先啦，我好啊！唔該曬機仔，唔該曬，唔該曬。连机仔都好好奇，我哋等紧边个？先唔系同陈海琳传绯闻传到兴合合嘅郑嘉颖咯。之前陈海琳又认拍拖，又唔认拍拖，咁究竟佢哋系咪真系拍紧拖呢？咁既然女主角唔讲，问一下男主角先。首先多谢大家咁关心啦。咁其实小弟咧都冇嘢讲噶啦，都讲晒啦，都晒。咁啊，其实我小弟讲得最多嘅说话咧就系、是。可以俾啲空間我啦，咁其實你哋好似唔係好明呢句説話咁嘅，係咪真係有發展嘅空間？你其實都明咩叫俾啲空間嘅？係因為叫我哋觀眾觀眾嘛。咁但係小弟呢個唔係真人 show 嚟㗎，我哋唔係直播。但係陳海琳承認話你追求佢喎。小弟呢個咧唔係真人 show， 我講嘅説話咧我就唔想再重複啦，即係小弟已經講過啦，咁就係啦。我一個不是咁高調的人，都是那句啦，俾啲空間啦，你唔好當我耳邊風先得㗎啦，你哋，即係我句俾啲空間就真的希望你哋俾空間。多謝大家關心，多謝大家咁關心我的私生活，但係起碼即係我希望呢啲私生活都係保持私人。OK， 拍拖唔講冇問題，咁揾幾多可以講啦啩？2015福布斯中國名人榜啱啱放榜啦。武则天、范冰冰连续三年荣登综合榜榜首，周杰伦同谢霆锋就分别排第二同埋第三，被誉为娱圈女首富的赵薇就排第七，一跃成名的 Jam 就上年的91位大约进去到第11位，就嚟结婚的章子怡就排第21，反而成日被指衬唔起子怡的汪峰，今次直成系吐气扬眉啊，排名仲高过子怡，稳占第14位。周杰伦上年又搞巡唱又搞婚礼，事业家庭两得意，排名自然高啦。而家仲要火速做人成功添。呢日佢喺台湾出席佢监制嘅新戏记招，就话唔会做导演，又唔会客串，即系咪想留多啲时间陪下大紧套嘅老婆昆凌咧？其实我在里面就当然之后的音乐的创作，哎，漂亮，期待。其实我觉得我不能涉入太多。哎，对对对。就是如果去客串或什么，但是现在还在沟通。你知道在看电影很入戏的，突然看到我在里面，有点奇怪啊。对，是。近年在大陆红到爆的陈伟霆就首次杀入福布斯的第70位，排名仲高过女友蔡卓妍啊。前几年成日都听人讲，而我不知道陈伟霆是谁。而家在大陆人人都知道陈伟霆是谁啊！大陆有公司就计划斥资过亿翻拍《寻秦记》，仲出天价请 William 做当年古天乐饰演的项少龙添。不过经理人 Manny 就话 William 的档期劲密，除了接咗两部电影，仲有一堆广告债，拍唔拍到都是未知之数啊！今时今日的艺人找到钱，通常都会买下股票、炒下楼、炒下铺咁样，有些仲会创业添。呢日黎智山嘅自家太阳眼镜品牌就大搞活动，嘉宾之一嘅胡定欣都话要偷下师啊！你有兴趣设计咩啊？设计咩啊？其实衫又有兴趣设计啦，我中意设计晚装、婚纱嗰啲咧，系啊。不过就嗰啲就真系要再多啲功夫做咯，即系有时坐喺度冇嘢做，谂下就会唔做演员或者唔做呢行做咩咧？咁打定个底，咁有一日做生意都起码有个谂法做下啦。有咁嘅谂法就快啲实行啦！有咗家庭，有埋小朋友嗰阵咧，好多嘢都冇时间做噶啦。千华就大包仔仔 Taurus 好醒目，识得分佢系化妆定系素颜，不过就唔系几中意佢化妆咯。知佢好靓靓 ，Your eyes， 跟住咧佢就真系搣我条眼睫毛，佢知道呢个系假嘅。佢 The eyelashes your eyes， 咁佢又讲唔晒系咩嚟，跟住搣完之后，咁我就整蛊佢。好啊 ，Taurus， 不如我贴喺你度。No， cannot。我点解 ？This is a woman， 佢唔中意我化妆，因为佢知道我化妆我就系要离开佢出街嘅时间做嘢啦。